各位，我是徐錦苗神父，今天同大家分享上年期第五主日，我们的主题是我们做福传的人的报酬是什么呢？自在。福传者如能够在福传的时候觉得很自在，这个自在就是我们的报酬了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我们的灵修，都要不断提醒大家参加弥撒一定要投入、专注、付出感情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让我们诚心忏悔，准备我们的心灵参与弥撒圣祭。忏悔就是清空内心的罪恶和阻挡，创造足够的心灵空间去聆听、去接受、去承载天主的无限恩宠。我们要从心底里面好像小撒母耳向天主说：主，请你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、称颂你、朝拜你、显扬你、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，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天上的恩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求你不断以慈爱守护你的家庭，使我们常常蒙受你的保护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天主圣言是天主此时此地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，希望我们能够静心这样聆听。攻读约伯传。约伯说：人生在世，岂不像服兵役？人的岁月，岂不像用工的时日？有如劳工切望阴凉，用工期望工资。这样，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岁月，及为我注定的苦痛长夜。我卧下时说：几时天亮？我起来时又说：黑夜何时到？我整夜辗转反侧，直到天亮。我的岁月流逝，速如即梭，
也因无望而中断。请你记住，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我的眼睛再也见不到幸福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答唱咏，请赞美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的。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甘义的。我主上主是应受赞美的。上主重建了耶路撒冷城，聚集了四散的以色列民。请赞颂上主，因为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。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，也亲自包扎了他的伤痕。星辰的数目全由上主制定，星辰的称号也都由他命名。请赞颂上主，因为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。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若传福音，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。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如果我自愿做这事，便有报酬；若不自愿，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。这样看来，我的报酬是什么呢？就是传播福音时，白白地去传，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。我原是自由的，不属于任何人，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，为赢得更多的人。对软弱的人，我就成为软弱的，为赢得那软弱的人。对一切人，我就成为一切，为的是总要救些人。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，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福音前欢呼，阿里路亚，阿里路亚，基督承受了我们的脆弱，担负了我们的疾病，阿里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攻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29节。那阵时，耶稣离开各法翁的会堂，就同雅各伯和约望来到西门和安德勒的家。那阵时，西门的外母正躺着发烧，有人就向耶稣提及他。耶稣上前握住伯多禄外母的手，扶起他，热症立刻就离开了他，他就侍候他们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，人将所有患病的、附魔的都带到耶稣面前，全城的人都聚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很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很多魔鬼，并且不许魔鬼说话，因为魔鬼认识他。
第二日早晨天仲好黑，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祈祷。西门同埋同佢一齐嘅人都去寻找耶稣，揾到咗就向耶稣话：众人都喺度揾你呢。耶稣对佢哋话：让我哋到其他地方去，到邻近嘅村镇去吧，好叫我亦都喺嗰度宣讲，因为我正是为此而来的。他于是到加利勒亚各地，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宣讲并驱逐魔鬼。基督的福音。福泉的报酬不是天堂，不是功劳，是你自己好自在好开心好自豪，完成了一个好伟大的任务，做了天主要我做的事，开心自在，不求任何的报酬，外在的报酬。咁啱先咧，我今日选咗一个领带，圣带系，睇冇睇到五饼二鱼。五饼二鱼好特别嘅，尤其是有一次，好多人听耶稣讲道理，哎，俾嘢佢食，冇啊，边度买得到咁多食物啊？五千人、啊，唔计女人同埋小朋友噃，計埋就可能成萬人噶啦喎。你哋有冇啊？有一個小朋友，佢有五個餅兩條魚，佢攞出嚟。嗱，呢個小朋友可以點諗啊？喂，五餅二魚，我一家四口啱啱夠食，攞出嚟一萬人，咁即係擔沙失海，即係嘥氣啦。小朋友沒有咁諗啊？沒有。拿出来，正因为有慷慨的人，天主就显奇迹了。奇迹一定是人神的合作，不是天主单方面的行动。今早看报纸，一个社论，那个社论就是，欧盟禁止疫苗出口，他说他是道德沦丧。我感慨很深，我不是说政治的，欧盟是信神的，是说人权的。我很记得李世民唐太宗有一句说话很漂亮的，疾风之劲草，板荡式成神。我很喜欢他将它改成忠神。疾风好大风，又指住嗰啲草边啲够硬，吹唔甩嘅。喺乱世之中，你就知道边个系忠臣；喺困难之中，你就知道咩叫做真正嘅爱德。爱德唔系将我食剩嘅嘢俾你，爱德系分享，爱德系可以将最好嘅嘢俾你。你看看媽吃飯的時候，將魚肉給仔女或者老公吃，自己選骨魚骨，有沒有這些父母，有沒有這些媽媽？有，這叫做愛。我們經常說世界是一個大家庭，耶穌說的是天國。有人說我經常嘆息，我不是嘆息，我問為什麼會這樣的。欧洲千几年的福音灌溉的结果呢，就是疾风吹断了啲草，板荡乱世中不再有忠臣，一大堆自私自利的人，
所謂人權、民主啊呢啲嘢咧，係喺太平盛世嘅時候先有嘅，唔係亂世之中。而愛德咧，往往就喺最亂世嘅時候先顯出咩叫愛德。唔比如個小朋友就係、是，喂，我俾咗出嚟，我屋企冇嘢食噶咯喎。誒，就因為有人慷慨，天主耶穌就顯奇蹟。好啦，这个报酬其实是什么东西？福传者的报酬就是福传者自己，他就是自己的报酬。他享有一个自在的生命，快乐，心安理得，问心无愧，完成了使命的极乐。哇，好开心，享受自己。看回三段聖經，約伯，我以前讀約伯傳，永遠都是覺得，哇，這個是二千多年前的一個故事。這個約伯很慘的，他本來很有錢，家扶持子孝兄有弟兄，但現在他很慘，我只有承受失意的歲月，以及為我注定的苦痛長夜。我瞓低嘅时候，我问几时天光啊？我起身又话黑夜几时来到？我整夜辗转反侧，直到天亮。一阵我再详细讲呢段，而家就睇下呢啲失意嘅岁月。我如果唔传福音就有祸啦。不过传完点咧？白白地去传。上个星期有人问我，什麼叫做食教啊、吃教啊？我說有些人就是將什麼教都是、都有人將宗教作為斂財工具、賺錢工具，古往今來都有的了，任何宗教都有。而保祿通路不是夠，我白白地去傳 OK， 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。那這個呢，我是中學的時候就很喜歡一句拉丁文 Omnia Omnibus 這句了，Omnia 一切 ，Omnibus 为一切人，我成为一切。耶稣治好了很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很多魔鬼。好，我们一段一段看。我只有承受失意的岁月，同埋为我注定的苦痛长夜。是不是约伯一个人？你信不信 你都是这样的？你有没有失过眠？有没有不开心过？有没有不吃不下饭？有没有胃痛？伤心到胃痛？我承受失意的岁月，以及为我注定的苦痛长夜。怎样处痛苦痛长夜？我瞓低的时候就问，几时天光啊？等極都不天光，我起了身又說黑夜何時來到，整夜輾轉反側，直到天亮。好了，我都有過這些時間，但我不是為那些什麼東西，是為一個理想。先講一些真實的情況，我們講凡事嘛，但我成日话俾大家听，我成日讲道理嘅时候咧，就唔系吓人，就系讲个真实嘅故仔。教会落后自己100年，长话短说，我哋教会大概平均每100年开一个大公会议。我即刻问我自己，点解要开大公会议？系因为有个时代嘅需要，因为有需要所以开大公会议。教会中集合全世界的主教的代表，在聖神的感動下、啟發下，去思考我們怎樣面對時代的挑戰。當然開會的時候幾百主教，今次反而是2000主教，好像聽過，一定不是成日開大會的，很多小組，很多小組的時候，每個小組講一些專題，講禮儀，講教義，
講面對社會啦，講聖經啦，講靈修唔同專題。啲專題全部都係專家揾啲專家翻嚟去寫個草稿，然後呢啲書記啊、主教代表咧就審查呢啲咁嘅草稿，有修正又得。換句話嚟講咧，如果佢有20個小組咧，每個主教可能係精通某個小組啩，其他19個就未必精通啦。好啦，等到大公會議結束的時候，一定全部通過這20個，我舉例而已。好了，主教拎回自己的教區一望，有一組呢他就很熟的，其他19組呢有些熟，有些不是那麼熟，或者有些其實他們未必接觸過。好了，但是這些專家小組所說的東西呢，我自己覺得平均應該有95%是傳統的舊時的東西，這2000年來教會的訓導2000年來傳統，也都有5%是一定面對時代的需要的，一定，如果不開來做什麼，就是這5%未必個個主教、個個書記主教都精通的。這95%呢，我們做神父做主教呢，其實可以背出來的，由頭到尾，由尾到頭都背得出來的，講了幾十年了，這5%呢未必了，所以一定是成日講這些的，很少講這些，甚至不講，因為這是不是教會的正統，是重不重要，很重要，講了這些，其實你講到這部分的50%已經有牌你講，即教會的事是有牌你講的，未必輪到這5%，但是這5%剛剛就是面對時代需要的，於是有些人就開始說了。那這些人呢，因為不是很懂這些呢，就以為說這5%的人呢是說異端邪說，喂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這些人有沒有壓力的？有壓力的。你說這些有沒有壓力？不沒壓力的。啊，是喔，咁。在這個角度之下呢，昨天我看到網上的留言，即是我講道的留言，有個人呢，跟著丈夫，你升神父的時候呢已經開始講繁義的東西，我是很喜歡的。他寫了兩次，第二次他告訴你，那時候我是小學6年班，他是小學6年班，即是1971年他是6年班，即是現在多少歲，60多歲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喜歡你講的繁義，突然間有些高興，但是呢，其實喜歡繁衍的人未必很多的。但是我講一下講一下，漸漸多些人講講講講，講到全個教會都接受這5%的時候呢，差不多需要100年了。其實這5%應該是100年前是全個教會都講，這樣復傳呢就有用了。因為這些5%就面對時代的需要，你到100年之後才說呢，已經過了氣了，又要開新的大公會議，是不是？我希望你明白我說什麼，就是教會永遠落後自己100年。所以我寫了一首詩呢，我自己都不是太開心的，我只是叫他做徐錦瑤自勉，我自己勉勵自己。全城繁衍幾多愁幾煩啊！有些人說我講得不好，有些人說最多呢，哎呀，徐錦瑤神父啊，你講一些另類的道理。我想想繁衍道理，什麼叫另類呢？繁衍就是正統的嘛，神父你講一些另類的道理。所以我全城繁衍其實都有少少似約伯的，很愁，五旬努力未方休，我剛剛做了神父50年了，過幾個月，其實我的努力不是埋在荒丘裏面的。身後何愁無聖志，如果我死了，不會沒有聖人，不會沒有智者，精魂依舊念神執。我想如果我能夠在天堂上的話，我精魂仍然會掛住世界上我們的教會，香港教會、中國教會，很多愁
少少似約伯。特別我好鍾意中國文化，不過佢真係有價無市嘅，有價值冇市場。如果你睇公教章人社或者慈幼會嗰個賣石物嗰個地方，佢有中國聖母嘅，有達文西啊、Raphael 等等嘅聖母嘅，中國聖母好少人買嘅。你望下成個中國咁廣大嘅一個中國教會，中國式嘅教堂好少嘅，極少，唔夠1%。中國文化係有價值嘅，聖神修院都試過兩次開大會講教會中國化、教會本地化。不過又好奇怪嘅，有一次德國有個主教帶咗10多人，啲修女啊、神父啊、博士去訪問中國，佢真係嚟咗上水嚟訪問我，問我即係好多意見啊等等。佢臨走嘅時候咧，就問我一個問題，佢話徐神父，我哋喺德國發覺你咧好中意將中國文化同埋聖經對比啊一齊去講嘅，可唔可以同我分享少少？咁我就冇同佢分享幾多嘢，我講咗兩個故仔啫。有一次蘇東坡坐船喺船上喺河中，佢見到一個佛塔，佢就話：如果你有人話俾佢聽，如果你拜一拜呢個佛塔咧，你就會順風噶啦。佢果然拜下個佛塔，果然順風，好開心。幾十年之後，佢經過咗即係生命嘅洗禮之後，各種嘅成敗得失、喜怒哀樂咧。佢再經過呢條河，睇到個佛塔，諗起幾十年前嗰個小小嘅奇蹟，即係順風嘅奇蹟。佢今次冇再拜啦。佢話：耕田育乳，藝育情；種田嘅人想落雨，收割嘅人希望唔好落雨。去得順風來者願，你去係順風啫。同一條河上有人回程噶嘛？咁咪逆風咯。好啦，你求神俾你逆風，俾你順風，其他人呢？你求神俾你落雨，其他人呢？你今日去旅行，希望唔好落雨，但係農夫播咗種係想落雨嘅，你係天主，你點辦？咁我就問個主教，我話蘇東坡年青嘅時候同埋年老嘅時候個信仰，邊個成熟啲？佢諗都唔諗，係老年嘅時候成熟，唔係求神幫自己，不顧他人。佢求天主幫助，但都照顧別人嘅需要。耕田育乳，藝育情，去得順風來者願。有一次咧，我就同佢第二個故仔，我話孔子病嘅時候咧，有門徒學生話：，老師為你祈禱好唔好？孔子話唔使啦。某之土久矣，我成日都祈祷，日日祈祷，唔使病嘅时候特别祈祷。我就问个主教，我话孔嗱，我话调转嚟，我话我哋有啲教友咧，平时唔祈祷嘅，病嘅时候就祈祷嘅，平时唔祈祷嘅时候考试就祈祷嘅。佛教叫做行善唔烧香，临急抱佛脚。我做过本堂神父，我做过学校嘅校监。考試期間特別多學生去聖堂嘅，我就問主教：孔子係好教友咧，定我哋普通教會係好教友咧？佢諗都唔諗，佢話孔子係好嘅基督徒。Confucius was a good Christian， 天孔子係一個好嘅基督徒。跟住佢臨走嘅時候，佢話：中國文化真好，佢講嘅中國文化真靚。其實我感謝疫情，在過去一年咁滯咧，天主為我將壞事變成好事。不過我等咗50年，做咗50年神父，我一路講梵語，一路講中國文化，不斷聽到話梵語好好，中國文化好好。但係咧，我睇嚟睇去咧，都係我自己就困在我嘅堂區同埋教研中心啦。我覺得
教人中心到現在，由86到現在是30多年，即是我覺得中國文化和聖經結合，不斷講繁義的精神的呢，我想我是被困在少少的教人中心裏面。聖經加繁義加中國文化加生活這個理想，不知道何時可以實現。不過呢，很奇怪的，很奇怪的，我做過少少統計，我的網上講到呢，開始六個月，即是前面六個月呢，平均大概有1000的人看。第二個呢，最近這六個月呢，平均都有7000多了，其中兩次好像1000多。教研中心參加主日彌撒的人每次大概200人，偶然會300人，有時是100多人，平均200人。是這樣計算，網上聽我講到的人呢，比教研彌撒多36倍。所以我覺得呢，現在50年後我才覺得繁義精神和中國文化呢，不是有價無市的，是有價亦都有市的。不過等了50年，最少49年，不過很開心。我如果不傳福音，我就有禍了。我報酬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百去傳，一定不可以吃教，不可以食教，不可以利用宗教去賺錢，一定不可以，不享用我在傳福音上所有的權利。我是自由的，我不屬於任何人，但是我卻使自己成了眾人的奴仆，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 Omnia Omnibus。 如果信基督的國家民族能夠將疫苗貢獻給全世界，為全世界的人，為全世界的需要而發展疫苗，甚至在愛上呢，是可以別人優先的。但我覺得剛才中國文化呢，我等了50年才少少出現。如果這個世界能夠有些國家是好處是別人優先的話呢，再等多50年都不知道行不行。對一切人我成為一切，我發明所有的東西是為所有人，因為我不屬於任何人。我們傳什麼？一到吃靚嘢，影張相即刻傳給人；去到個風景靚的地方，影張相傳給別人，傳給別人；是得意的故仔傳給別人。不傳呢很難受的。我即刻問，我對一切人成為一切，就是老子講的上善若水。水是沒有形狀的，在這個杯裡面它就是這樣的樣子，水在一個長頸的杯裡面它就是很長的，在一個碟裡面就是平的，沒多久它就變成冰的，不用多久它就變成空氣的，蒸氣的。上善若水，不是善變的意思，是回應時代的需要，是回應別人的需要。 Omnia Omnibus。聽說有香港有兩間學校都是用這個做校訓的， Omnia Omnibus， 不是，不知道有徽章吧，這個家伙 Omnia Omnibus。 我為所有人成為一切，我為什麼發明東西？是為了世界，不是為了賺錢。我不屬於錢，我不屬於名，我不屬於權，我不享用那些東西。這個就是福傳。報酬是自在，是尼勒佛的大肚佛，人家勸他，你行也布袋，坐也布袋，放下布袋，多少自在，放低他，白白地去傳，白白地去傳。我不屬於名，我不屬於利，我不屬於錢，我不屬於權，我是自由的，我不享用我在福傳上所有的權利，我是自由的，
不属于任何人，不属于前权名。我享受的是当我善尽本分之后，写了一篇好文章，讲了一篇好道理，好开心。我享受的是自己是自在，是完成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说话，完成了。这个就是他的报酬了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，人将所有患病的人和附魔的都带到耶稣面前，全城的人都聚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很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很多魔鬼。我不知道我们教友是重视耶稣显的奇迹，或者重视耶稣自己。相信耶稣奇迹的人，其实都应该相信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奇功妙化。最近大陆传了一首歌给我，是为疫症而写的，那你看不到了，我就将它放大。台上菊花黄，月下人彷徨，隔窗泪眼望，何时冬去春芬芳。疫情猖狂，生命脆弱紧张，爱民生多艰，为其平顺安康，恳求吾主穿行我们中间，让你大能力量，唯愿人间无恙。好靓嘅歌词，讲个背景啦。但系我呢度睇咧，又祈啦，又求啦，又你啦，即系天主啦，又愿啦，全部叫天主做。你会问神父，如果唔系咁，应该点啊？我话应该咁嘅，要人神合作，要全人类合作，要各国合作。人人以家国天下天国为优先为重，家国天下天国，放弃自我中心，在牺牲中完成自己，让自己成为奇迹。我就是奇迹，我享受的是自己。我们成为奇迹，最后我都成为奇迹。这个时候天主就会显奇迹了。好了，两三句普通话。我只要承受失意的岁月，即为我注定的苦痛长夜。我卧下时说几时天亮，我起来又说黑夜何时到，我整夜辗转反侧直到天亮。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我的报酬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的时候白白地去传，不想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。我原是自由的，不属于任何人，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，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。 Omnia Omnibus， 我为一切人成为一切。拉丁文是两个相同的字，不过有一点不后面不同的 Omni， 等一下 Omnia Omnibus。据说我们的巴士啊 ，bus 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巴士是公共交通工具，对不对？为所有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巴士就是 omnibus， 巴士就是为所有人存在的，不是为有钱人存在的。计程车是为有钱人存在的，明白吗？巴士不是的 ，omnia omnibus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，人把所有患病的、附魔的都带到耶稣面前，全城的人都聚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很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很多魔鬼。综合三点，我会告诉你我们该当怎么样去服传。我告诉你，在服传的时候，在人生从生到死不断我们遇到越薄的遭遇，好了，一辈子受苦，其实痛苦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来的。一辈子，天天我们都遇到某一种痛苦的，怎么面对？好了，传福音，
福音其中一点就是面对痛苦，君子要道不要贫。我们不怕贫穷，就怕不懂得面对贫穷；不怕痛苦，就怕不懂得怎么面对痛苦。这就是福音。当然你会说，神父，这是不是阿 Q 精神呢？我现在家破人亡，我现在老公抛弃了我，我现在的孩子不要我，我怎么又到不要贫呢？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你本来已经痛苦到 80% 了，很痛苦，你懂得面对痛苦，你会80变成70，你不懂得面对痛苦，80就变成90，分别就在这里。人生在世不过是个试验，你本来客观来有80%的痛苦，你懂得面对，它就变成了70；不懂得面对，它就变成90%。所以服传者要传最好的思想面对人生。耶稣治好各种疾病，但是我们大概都希望奇迹，未必喜欢耶稣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要学会跟天主合作，全人类一起合作，各个国家都合作，特别面对疫情，人人以家庭为重，国家为重，天下为重，天国为重，还要放弃自我中心，在牺牲中完成自己，就是牺牲了自己才完成自己。妈妈把肉鱼肉给孩子吃，自己砍了个鱼骨头，他完成了做妈妈，一个伟大的妈妈，在牺牲中完成自己，让自己成为奇迹。我们享受的是自己一个完成了本分的自己，好吗？希望大家明白什么叫报酬。报酬不是外在的，你自己良心无愧，快乐，完成了天主交托给我的任务，天主喜欢我讲的东西，天主爱我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的报酬。而我们希望耶稣为我们显奇迹，我们必须告诉耶稣，我们要成为奇迹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奇迹，成为国家、民族、世界、人类的奇迹。好了，再让我们一起念中途圣经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人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，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，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而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过的赦免，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就让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和所关心的世界祈祷。请为世界疫情祈祷，教宗希望新冠疫苗能惠及全人类，但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指出，在富国垄断疫苗状况下，某穷国只得25剂疫苗，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沦丧的边缘。上主，求你让那些没钱与富国抢购疫苗的国家都能獲得及時的援助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香港教區祈禱，上主，求你賜給我們一位能作中梵橋梁的新主教，致力促成香港和國內政府與教會間的合作，也促成國內地上地下教會的共融，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中美两国人民祈祷，上主，随着美国新总统的就职，求你使中美两国人民能回复到4年前
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局面，攜手共建一個更漂亮的地球。我們同聲祈禱，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教研祈禱，上主，求你祝福我們所有的教研人，讓他們即使不能來教研參加主日彌撒，也能經常上網和教研共用祈禱，心系教研，胸懷祖國，放眼世界。我們同聲祈禱，求主俯聽我們。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，阿們。上主，萬有的天主，你賜給我們食糧，我們讚美你。我們將這個麥面餅呈獻給你，這個是大地的產物，都是人類勞動的成果，願它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。願天主為受讚美。上主，萬有的天主，你賜給我們飲品，我們讚美你。我們將這杯葡萄酒呈獻給你，這個是大地的產物，都是人類勞動的成果，願它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。願天主永受讚美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請你們祈禱，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們共同奉獻的聖祭。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，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，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。上主，我們的天主，你既創造了餅和酒來維持我們脆弱的生命，我們隨著這餅與酒也獻上我們的生命與所有，求你使這些餅酒都成為給予我們永生的聖事，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，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請舉心向上，我們全心歸向上主。請眾感謝主，我們的天主。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藉著我們的主基督，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，實在理所當然的，並能使人得救。你藉著逾越奧跡，使我們從罪惡和死亡中被召到光榮的境界，得稱為特選的民族，王者的施祭，聖潔的邦國，得救的子民，又從黑暗中召我們進入光明，使我們到處稱揚你的德能。為此，我們從隨同所有天使以及天上神聖歌頌你的光榮，不停地歡呼：聖聖聖，上主萬有的主，你的光榮充滿天地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奉主名而來的，當受讚美。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上主，你實在是神聖的，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，因此我們求你派遣聖神祝聖這些禮品，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。祂甘願捨身受難的時候，攞起麵餅感謝了你，將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，這樣說：你們大家去吃，這個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一杯葡萄酒，又感謝了你，交給他的門徒，這樣說：你們大家都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。信德的奧跡，救世的恩主，你藉著苦難及復活，恢復了我們的自由，求你拯救我们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了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，因圣神合而为一。
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宗座处理汤汉枢机，以及全体教士，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都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亲戚朋友兄弟姊妹，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，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正佩圣若瑟、诸圣宗徒、中华殉道及贞修诸圣，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天主父，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在圣神的团结中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就让我们按照基督的教导，一起向我们的天父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此我们今世平安，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，永久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经对宗徒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上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念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念我们。全世界的天主高人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这个就是天主的羔羊，全世界罪者领受他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多得你来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感謝上主的仁慈，稱頌他給人子所顯的奇蹟，因為他使飢渴的人得到飽腰，肚餓的人享盡美味。我们做神领圣体，耶稣，我们信你，我们望你，我们爱你。求你祝福我们这个世界，更加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好的父母是仔女的祝福，好的老师是学生的祝福，
人类都可以成为地球的祝福。在这个疫情越来越厉害、不断变种的时候，求你使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合力去面对同样的问题。我们顶住同样的天空，踏着同样的大地，呼吸同样的空气，我们是真真实实一个生命共同体。任何人受伤害都是我们受伤害，帮助我们懂得去在服务当中完成自己，在牺牲当中成为自己，在付出里面我们感觉到是更加丰富。你为我们存在，我们都要为世界存在。我们信你、望你和爱你。赐给我们的力量去传福音，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享受我们自己，我们到一个自在快乐的生命。我们期待在天国和你永远结合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天主，我们的救主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愿意我们分享同一个饼和同一个着杯，求你赏赐我们都在基督内合而为一，为世界的得救结出丰盛的果实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弥撒礼成。好了，愿天主祝福你们的工作、你们的家庭，帮助你们战胜疫情，化危为机。天主爱你们，主有。